这是世界放屁大赛冠军，他能一个屁将自己送到天上去。这天大胡子肚子不舒服，直接放了一个可见度100%的臭屁，其他三个小伙伴看见了，感觉受到了挑衅。在放屁方面，这三位也是殿堂级艺术家。小绿直接上前展示，他一个原地螺旋720度旋风屁，技术难度等级 SS+。小红看了很生气，他觉得没人能比他更懂放屁，他直接小睡不住跑，一发充电屁释放130磅推力，轻轻顶起了身体，技术难度 SS+等级。不光帅，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臭气。此时小红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为自己刚刚放的充电屁感到沾沾自喜，没成想在放屁界他那点实力就是个弟弟。真正的高手已经可以精准控制臀部，调整放屁的方向以及推力，堪比喷气式昆式战斗机。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这家伙的这个屁量起码得消耗10公斤黄豆。大胡子看到这几位的实力相当来气，于是他掏出了打火机准备来盘大的。大胡子疯狂蓄力，并将打火机放到了喷气口，砰的一声，没想到屁中主要的气体是氢气和甲烷，大胡子直接变成了人体小火箭。这一波操作给兄弟们惊呆了，大胡子赢麻了。你身边也有喜欢放屁的人吗？敢不敢同他比一比？